三六件事，你知我知，个个戴眼镜都知，但系都系冇用。台底嗰度有个掣，个大开一踩个掣，啲掣就会转。全部买晒水。识碎晒即系一点都冇，一点都冇咧就即系细。我爷唔该，喂，做咩啫？嗯，我哋赢咗啦，唔好理我。咩事啊？冇事，俾我睇下啦，乖乖地俾我睇下嚟。我揞到个鼻，痛唔痛啊？好痛啊！乖地收声啦。哦，咁咪好孩子咯。各位各位，呢铺啲色有啲问题，我宣布呢铺冇效，攞翻啲钱再玩过。仲有五分钟慈善披蝗大赛就开始，我睇你嗰三百几万都变唔到二千五百万啩？嗯？咩啊？大人佬高高发工搞乱档都唔系办法。我哋都两个。呢铺好老婆，我买一百万，下铺买一百万，呢铺唔买住。金盘银啊，顶得住冇？姐姐唔该，滚水。咁貧能啦，係啦係啦，啊！冇時間，幫我買曬佢。唔該，煙仔唔受喎，打煙賠煙啫喎。唔得噶，唔得嘅咩？對唔住咯。1300，幫我諗到口裝。晚七点，始终冇跌到，师傅一家。装八点装赢。喂，你扮女人个样好淫啊！后生，唔好意思，我已经赢够2500万，我谂我可以参加慈善披蝗大赛。任何人有300万美金都可以参加。
咁大个意思？厉害厉害！嚟嚟嚟，喂，咩事啊？唔好入去啊！做咩唔好入去啊？惊我踢爆佢啊！吓，你入到去啦，你翻出去啦，翻出去！你系我啲朋友。咁你系边个啊？我系你老细啲朋友。你识我老细咩？你老细系我啲朋友，清楚？我你清楚？我老细你我清楚嘛？吓，唔好踢爆佢住！我哋要喺赌台上面堂堂正正咁赢侯赛恩一幕。龙九咧？佢啱啱救咗大哥翻嚟，而家去救紧龙五。好。想睇呀，中你话事呀，300万啦，第一铺你系 show hand， 我谂你冇一只大得过我一只啩，第一铺冇理由俾你抛掷嘅，我跟。我陪下你哋癫啊！好啊，我哋嘥嘅200万，我大你500万。好彩，呢度你度我咪摸得到，拍埋俾佢。开嚟点我三条狗，对唔住，系花揸住烟屎倾，你都 show hand。我谂你冇听过烟屎倾揿住拎顶啦。我是但撞一 pair 都大过你，又可以撞蛇花。如果咁样都唔 show hand 嘅，咁就不如唔到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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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人赌单调啲，大君系攞几钱打个脚好，睇怕我哋两师兄弟都要一齐落场。喂喂喂，睇你咯，我想做啦啦队，唔得。而家我哋唯一嘅障碍咧就系嗰个单眼佬，如果个单眼佬冇咗第二功能而你有嘅话咧，我哋系赢紧啦。咁系，有冇办法？系咁，好。哇！一坐低有得话事，就攞300蚊玩下。300万，跟跟有胆识点啊？冇问题。我俾你话700万，晒你啦，跟你就晒啦。跟跟
我想他们两个没晒钱。我这里有2000万，我想你都是差不多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就晒掉这一盘。好，就跟你赌这一盘。2000万，得就开牌。三条五是怎样赢我啊？我你暗恋我都不可以咁多人面前扬出来啊，你铺牌咁即係算点至得啊？你个铺好，我睇你点赢我。花咁够打俘虏㗎，花你都打到冇俘虏，咁你老豆都变鬼佬啦。如果花加条蛇又够打舞啊。哎呀，哇，同花顺喎，我老豆何止会变鬼佬，直情可以变做你老母，所以生到你只眼咁露头。点解会咁噶？我明明捉咗你的底牌噶，咪哟！我一早就知道你可以变走我的底牌，所以我一早将只底牌换咗俾星仔，你变嗰只只系星仔嘅底牌倾啫。你两个扑街冚家铲！哦，未散光就讲粗口，今次轮到佢冇特异功能啦啩？乌嘴狗，大君，你边？我都冇晒特异功能啦，仲喺度献世咩？